我甲你问一下吼，你爱研究迄、那个看遐尼济迄个怎解释个代志吼？你伫那个教育啊，你的这个专业甲看起来，伊敢有入啊？讲从当时开始，我入啊要反共代表，有无？有嘛？伊都是就是讲拢拢入啊捌咧。我看到拢也无入啊。哎，1972年吼，已经老扑克啦，已经无气力啦吼，伊嘛还阁是在光复大陆。嗯，伊个即个我看觅咧吼，6067，70，还阁咧在讲说要加强战备，吼，讲这第二线的防御，意思就是讲除了前线之外，台湾的第二线。啊，所以伊有交代讲吼，这台北近郊。就山，伊讲石山啦，毋知咱我伫台湾住很久啊，毋知偌济石山。伊讲迄个坑道，爱像金门安尼，要尽量挖坑道，战备就对啦。所以伊较老啊吼，甲咧无力啦，伊嘛咧想讲，而且吼，伊一句嘛叫讲啊，就我们美国吼对我们这么不好，然后要自立自强。我现在读圣经，终于又感悟到，凡事要靠自己。因为吼、哦，美国就是真现实啦。哦，因为讲这，如果若伊真正拥有台湾的主权，我是感觉无人献无负责任的啦，放你无没收，啊，去用欺负，不爱讲话，当然这个你也在解释讲，这因为是中华民国，所以我不支持。但是吼、哦，我嘛偷偷看过迄个档案啊，就是讲差不多50年的前后。美国政府吼，伊知影，伊知影讲有台湾人要鼓吹独立，但是伊就感觉讲，我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啦，反共，反中共吼，就伊挺足忝的，惨咪咪啊。我若支持一个台湾人的政权吼，不但要反共，而且要反蒋，两条战线。都无可能。伊嘛讲啊，这吼目前吼，从台湾人的团体里面找不到可以扶持的人。啊，当然我就做歹势啊，敢无？你就是现实的条件啦吼。你讲啊，这国民党政府伊是我是讲咱的叙述爱为现实出发吼，唔是干呐为想象为迄个逻辑出发吼。伊的存在是一个。很新哦，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群人，一个政府，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给你老，叫你征税，叫你服兵役，那你在外面哪无做过兵？安尼一个通敌啊，你讲它不存在吗？它就是存在的。所以咱无需要否认迄啦，甚至包括安尼时，并无讲说咱是中华民国的，还是中国的，这是两回事了哈。伫这个最近我看我内底研究者咧研究中华民国吼参与国际地位的奋斗，对不对吼？较早咱也为咱的立场看，那个不值一升吼。但是我即摆看吼，嘿，即摆谈的，因为如果若是逼政府，是讲蔡英文政府，你在还没有宣布独立之前，你要怎样参加国际社会？然后迄个国际组织、国际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中华台北？你爱知啊？为什么 China 台北为什么要空一格什么的？呀，那个为 GATT 跟 WTO 为什么ADB 还是为 APEC， 人家都是怎么运转的？为 Olympic 都是怎样运转的？你比赛过会不存在？忽然间转为1947，转跳到2012，无啦，咱过去就拢死。那就是那个过去的那个运作，爱加入咱的经验，还是咱的营养养分？安尼，咱唔只是一个有法度生长迄个实体，所以我是那安尼看的时，对迄个过去吼，遐物件会变作较 friendly 吼，咱要做咱爱做的物件，但是无需要甲切断啊。迄是一个存在过的东西吼，啊，卖像咱的，因为咱可能嘛袂遐歹命啦，咱过去的前辈，互压落底，唔敢讲，即个已经会使啊，咱会使追求咱要爱的物件。